南韩女团 FX 美籍台裔团员 Amber 来台举办签名会，宣传 solo 出道第一张迷你专辑。Amber 在 FX 队内主要担任 rap 饶舌的部分，不过这次在 solo 专辑中大秀唱功，并参与整张专辑的词曲创作，展现与以往不同的面貌。我大概3年一直在写歌，写了很多，可是公司跟我讲，我们先做一个迷你专辑，说好 ，OK， 说还有很多剩的歌，还有很多那种歌，可是这个专辑我想要跟人家看我真的是谁。Amber 在南韩演艺圈拥有出了名的好人缘，专辑力邀少女时代队长泰妍及选秀节目出身的 Eric Nam 跨刀合唱，主打歌曲 MV 除了泰妍以外，还找来多位好友一同参与拍摄，像是 GOT7 的 Jackson、 原作偶像 GOD 等人。而谈到与大前辈泰妍的合作， Amber 第一句话就吐槽，因为泰妍姐姐对不起，泰妍姐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前辈，我也很喜欢她的声音，所以因为我也出道之前，我是她的，真的很她的 fan， 因为她唱的真的非常好，非常，所以我就说，这个如果有机会，我想跟泰妍姐姐一起合作，所以yes， 超开心。谈到最想合作的台湾艺人，除了歌迷都知道的王力宏外， Amber 也想和心目中的传奇张惠妹合作。刚结束 SM Town 演唱会的 Amber 直说，接下来想多来台湾办粉丝见面会，感受台湾歌迷的热情。中央视记者张智彦、范逸佩，新北市报道。你们是要一起吗？